再来一次三成就，我就不信不行。剑石里面剑石领命，剑石里面可以可以，欸，那我刚刚冰剑我先放了是不是？这样可以的，这样应该可以，三成就了。神指，剑士，哦，剑石里面，欸，没死，应该，因为冰里有一招天赋是。被动是不会死的，然后他剑士位移触发，走到这里面见血龙，哎，欸，打不死吗？湮灭吧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不行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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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定不辱命。不行啊。啊，这是要搞全面的成就。请奉神旨。好，湮灭吧，剑石领命，剑士。剑石里面，剑石里面，湮灭吧。
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好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一次三成就啦，要打两次。第一次可以冰冠神术跟直取直取匕首，这两个可以先做一回合，可以做这下面这两个。第二次打就打一网打尽。有人可以一次三成就吗？我不行啊。好，就这样子，给大家参考。